你看我这边脸就要好一点，这边脸就被打肿了，所以我的总的费用就出来了2000块钱的专家费。 Medibank 只给我报了700多，然后其余付的两个 gap， 反正大概加起来就是我 out of pocket 差不多2000块钱。但是如果没有私保，没有就是澳洲的那个啥，就是全民医保的话，估计费用就应该是在5000多，快6000哦。嘿嘿，胖坨坨，我想到了胖坨坨，这边好肿哦，咦，这边好一点点，有的这样贱人，嘿嘿，其实这边我摸起来还是肿的。我现在已经整成了一个方脸胖子，我这边特别肿，因为这边的牙槽碰神经了，然后这边的没有这么肿，就还好。我现在是手术之后的24-25个小时了，就是遗嘱上面说到30个小时的时候，我的肿胀会是一个高峰。然后我一直拿纱布用冰袋在敷，好像是之前的30个小时要用冰袋敷，然后之后的话就要温敷，然后这个冰袋也可以放进微波里冰温敷的，还挺好的。哎，我这个样子好搞笑哦。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，我整个手术的经历就是我超级超级的开心，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医疗真的是超级好。然后我手术之后一点都不痛，我到现在都完全没有痛感，嘿嘿。家里有时候是这样冰敷我的脸的，我觉得特别的方便，因为这两边都是医院给的冰袋，一点都不痛哦。